你说你在做什么？猕猴吃蛋糕。猕猴时吃蛋糕呀。孔立之蛙，欢迎来到零零五四三。那今天呢，我们要来小猫咪生日，请我的小蛋糕出场。妈妈坐外面，这样爸爸挤不进去。啊，我挤。擦额头吗？这样可以。对啊，对，还没。擦起来，擦额头。三二一。所以要过来一点。好可爱哟！但是他说他有额头呢，说你终于六岁了，小饺子。啊，开始了。看我的六岁光芒，哔哔哔哔。要那么暗，就是要那么暗。妈妈，你要小心哦。这样太暗。哇，开灯吗？流汗了。开灯好，这样太暗。妈咪过去一点，姐姐进去一点。好，开始，姐姐。待会可以给爸爸。这样子，好不好？你有加布丁吗？有布丁的。叮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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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哇，有布丁的。那我切。我想切我的。我要切我的。给你。我要切我的，给我。你要切我。我要切我的。我这边切来。然后呢？我都跑出去。我要这样子。这是抹茶蛋糕吗？怎么绿绿的？是这个，妹妹说要原味的。可是怎么那么像抹茶蛋糕？有。没关系啊，很好吃啊。怎么那么像抹茶蛋糕？这一款。很好吃哎！喂，我怎么没有？你很好吃哎！好，头发小心哦。这样，妹妹很好吃哎，妹妹。我又不行点吗？但是你要自己点，我要自己。妈妈坐哪里？你们看，好可爱。有人要那个巧克力的。快点给我，给我卫生纸，给我卫生纸。想要冰淇淋点也可以呀。那可以坐你旁边啊，小虎。可以。我觉得好，而且很好吃，奶油。嘿，妈妈这块是最多奶油的。会不会哭啊，妈妈？哭了。哭什么哭啊？爸爸如果把你的吃掉，你会哭吗？会。会啊，怎么这么小气？因为还那么压块，对不对？你喜欢原味的呀？嗯。还是巧克力的？我喜欢原味。我喜欢原味的。
我喜欢巧克力和原味。原味的比较好吃吧，也不会甜啊，对不对？这样比较好吃啊。妈妈有减糖。好了，我把这个关起来了。那我要吃两块。你要吃两块啊？好啊。好啊。你要吃几块都可以呢。你今天寿星可以吃好几块啊。你的盘子放这里。你刚刚是吃到一些过。对，我不吃。没有一些过啦。对。他那些小块，迷你块，就他们才可以吃一块，就而已。哎，你要再吃哪一块？你跟我讲。妈妈，你至少可以吃一万块。妈妈，你看。那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帮我按个喜欢，还有记得订阅我，还有按下小铃铛。那我们下次见。